恐怖的可能性居然真的。他已经心中有数了，他自己就是卧底。天黑请闭眼。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一个人，他有可能从头到尾都在演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真的是看错了。一个好演员，我明明问的是你最怀疑谁，他一直都在说我不怀疑。怀疑谁？从一开始玩游戏你就干扰我。我不是，没有我。你们现在就是要攻击我啊！我就觉得是一种直觉。但是这次我绝对不会骗你。你别演，你现在不自然，你别喊行了，绝对求你。这个人选离我特别的近，跟着我的直觉走绝对没错。先把这个人搞定，我们再去找下一个人。对呀，先把他搞定。那我们先把你搞定。普通飞虎不可能这个时候还不珍惜自己的生命。我不相信你了，我不是卧底，不是卧底，不是卧底，是你。